可以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交给我。那我叫做苏文少，也是一个台湾人，桃园人，然后在台北做音乐做了5-6年了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所以凡是有机会可以回桃园。回中壢，你会很在意吗？我不确定，就是回桃园或中壢表演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特别的近乡情怯，对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到处跑啊。那我自己是一个创作歌手，累积了一些作品啊，也在成年中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雨停出来走走》啊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上各大音乐平台去搜寻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跟苏和啊，对对，我们两个虽然都姓苏，但我们是兄妹。那今天第一首歌来带来一首 cover 好了，那个会怎么样？不过太大声了，好，这样子呢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 OK， 这个 balance 可以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第一首歌带来的是蔡健雅的《思念》。在所有对你的Thank you.
被死人抱怨。好，再来第一首歌，思念。